有一天呢，最初教会的王正兴小朋友，他现在想要去教会，他现在正在路上，似乎是在等一个他的朋友。他现在正在按他的智慧型手机，寻找那一个朋友。他已经等了30分钟，他已经非常不耐烦，因为他是个急性子的人。他等5分钟，他就开始臭脸；等30分钟，他已经受够了。你来这边，我只在等人。我想说，我要等人。结果他巧遇了一个不该来的人。不该来的人。哦，那我跟你一起等他。然后呢，他不该来的人也跟着圣经一起等人。之后呢，金孝生的落网来了。哎哎，我在哪边看过你啊？好巧哦。哦，这不是这不是圣心吗？OK。然后那你来干嘛？啊，我来，我要等人啊。哦，我也是哎。不是那个吗？扯，为什么呀？这好扯哦！你们怎么在这边？在这边。你怎么也来这里？他们巧遇了潘宏志、潘弟兄。哎，少年派！谢，我没有得奖了。哎呀，谢谢啦，哎，记住了。是哪一期？哎，我们用万圣节色谢谢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，耶耶耶耶。